这幅画是一幅青绿山水书画作品，其构图有序，笔法精巧，以长卷形式描绘了祖国无尽的锦绣山河。作者田志明，原兰州军区专职摄影师，足迹遍布硝烟弥漫的老山前线。在队期间，潜心研习花鸟画，国色天香，竹外挑花，接天连理，十年春见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一花一草，一蝶一鸟，活灵活现地跃入纸上。由元拜中国城市山水画研究会会长杨连立先生为导师，用笔墨描绘祖国的大好河山，使山川秀丽，大气磅礴，自成一体。现研究于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。画这幅画的初衷是因为我国正在经历一场无硝烟战争，以一战役致敬冲锋在前顽强拼搏的一线战役工作者。为保护我国的大好河山和人民群众，您们辛苦了。鼓舞抗疫工作者的必胜之心、责任之心、仁爱之心，传递正能量，发挥好文艺服务作用，齐心协力，共同抗疫。愿病去一消，万象更新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